来关心哦，天气热热热病院去看病。病人嘛变侪啊，即马有精神科的医生就发现讲哦，天气遮尼啊热，所以哦有一挂民众即情绪较压杂、较郁卒、较紧张，嘛困袂去，失眠即款的患者是比平常时也是增加差不多两成。气象局嘛提醒讲哦，即款遮尼热的天气可以继续一礼拜，即建议民众哦，确实若出门嘛要加啉水。日头呛炎炎，天气真正有够大。有精神科医生临床发现，热天身体不爽快病人比平常时加倍两成，而且这种病人常在原本就精神困扰，包括郁卒或者是失眠等。因为最近天气真大，心情受到影响，暗时也困不好，造成症头更加严重。像脑内的多巴胺，那多巴胺如果变多的时候呢，身体呢体温也会上升啊，所以这也说明说体温呢其实跟我们的脑部分。的行为的管控是非常的相关的。医生讲，天气大，难免心情会较歹，所以建议民众中昼时啊尽量较莫出去。若是感觉伤过热，会当将温水降温，或者是去树下较凉的所在休困。而且气象局也提醒，这种烧热天气会继续一礼拜。北部可能这三天内的高温都有机会来到36度，其他地区的高温大致上都在33到35度之间哦，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，未来一周几乎都是高温炎热。气象局预测大台北盆地中昼可能出现36度的高温，中部南部加东部地区高温由34到35度，局部地区午后会出现短暂雷阵雨，而且紫外线指数达到过中甚至危险级，所以建议民众外出时阵应该注意防止晒日，并且加补充水分，避免掉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